大家好，我是成都汤汤，现在我们在医院头，今天带奶奶来那个复查身体，今天当了一回秋名山车神，因为奶奶她坐不得那个汽车，因为她坐她就脑壳昏想吐，哪怕是很短的路程都是个，就只有骑电瓶车搭她来。我很久没有骑过电瓶车了。医院头真的好多人哦，今天还起得特别早。今天你七点五十就给我打电话了，嘎。然后翻身就爬起来，画了个眉毛就出门了。卷起来吧。又会下雨，还有一个啊，还需要观察的啊。刚刚看了医生，把肺交了，我们现在去照 CT。走，你紧不紧张？不紧张。不紧张。其实我还是挺担心他的，但是我觉得我奶奶应该没得大问题，毕竟他心态那么好。好了，出来了，好快哦，嘎。顶天我把你扒到了，我都把你都扒到了，我们俩就跟姐妹两个样，是不是？不可能喽。叠了一层，叠了两层，没事，你永远年轻。你永远年轻，但愿嘛。你看你姐穿那么红，是不是、啊？这么年轻嘞，是不是嘛？谢谢。好，我孙女这么夸我，太高兴了。我孙女至少没有嫌我老了嘛。你好搞笑，你。我再把手术后的那个照的那个拍到，嘎。嗯。回去再。没得问题，你看人家那个医生都说没啥子问题的。我现在我们去取车子了，我把它搭回去。今天骑电瓶车，我现在技术点都不好了，今天把它吓安逸了。怂怂的是，真的是没办法。走走走走，取车子。哪儿出去？这边出去，先把车子取了。好，我们现在上车了，我带你回家了哈。我回家了，对，拜拜，跟他们说拜拜，拜拜。